妈，咱晚上吃什么呀？吃中午剩的。这菜还是昨天晚上剩的呢，这老吃剩菜不好吗？对身体不好啊，里面有细菌。哎，爸妈。 要不咱们点外卖啊？你们想吃什么，我给你们点。算了，我坐吧。哎，爸，您歇着啊，您要是嫌外卖不干净，我到楼下管他给你买，我打包带上来。不用，坐都犯不费事儿。哎，怎么停电了？是不是跳闸了呀？啊，电别动啊，我去看一下。快看，老师，从来没碰上过这事儿。走廊怎么有电呀？咱家怎么没有啊？那别是那个电卡里边欠费吧？谁去看看那个卡里头有钱没有啊？看看。电卡在哪儿啊？电，哎，老关电卡。我哪知道啊？ 咱们家从来没停水断过电呢，我也没交过费呀。你来给我照照，快，我这那个那哪儿？照着，我记得以晴跟我说过，还写个条。哎，你看，放这儿了。你看煤气呀、水呀、电呀、物业费呀、上网费呀，平时都是他交，这是他写的。 电卡放在厨房第一个抽屉的收纳盒里，每次最少交500块钱。哦，知道了，那我去找电卡去啊！你们别动了，我去交费啊！哎呀，老关呀，老关，你对雨晴那样，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？好好看看吧。爸妈，你们在家等着啊，我去交费去。 吃点啊，总不吃饭，你身体受不了吗？哎呀，不想吃。行，那一会儿我把碗洗了，这些菜我给你搁冰箱，晚点你们饿了再吃啊。哎呀，哎呦，爸。怎么了？这是有是不是你老毛病又犯了？他这腰老是有问题。哎呀，慢点慢点，去沙发那儿去。那个，去把你把那膏药拿过来。哎，好，我现在去买。哎，不用买，咱们家就有，在电视机柜上。啊，来，慢点慢点。在哪儿啊？哎呀，上面。这边，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那边。哦哦，这么多啊。 哎呀，你姐各地飞，特意给你爸买的膏药，来，都拿吗？啊，都拿，都拿。我天哪！哎，快点！那个，你上都有写的，你姐给写的说明书。用哪个呀？不是这个，那个。就大的这个。啊，对对对。啊，不是写着呢吗？你看。
保质期一年，一贴12小时。哎呀，你姐姐就是细心呀。振雷啊，你去给你爸烧点热水，一会儿热敷一下。啊，热敷是吧？好。对。来，哎，这膏药可管用了，每次贴完了以后，第二天就不疼了，是吧？给你揉揉吗？那我去给你沏点茶吧，啊，哎，别藏了，我都看见了。你要是想女儿啊，你就自己去找她，啊，啊！哎呀，多云去找她去了好几次，怎么劝也劝不动。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咱们家除了你，谁去也劝不动的。你就别这么倔了，你还真要把女儿的心伤透了，还是怎么着？水热了没有啊？妈。哟，儿子。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没上班啊？啊，昨天手术结束的晚，今天上午可以休息半天。你做手术，你又熬夜了吧？多累呀！你那个回去好好休息。你上我这儿干嘛来呀？不是好多天没见您了吗？今天来看看您。妈，这是去那个老店给您买的包子，还有粥，来趁热吃。您坐。我。您爱喝的红豆粥。这包子都是热乎的，来，赶快，先热吃。吃不下。吃不下，你就中午一块儿吃。想想上午想去哪儿逛逛，中午我请您吃晋菜。我不配呀，走。妈，那事儿都过去了，我现在都复职了。最近有没有去居委会啊？没资格了。哎，王主任来看过您吗？不用，我现在不能见同事，我已经失去权威性了。我给您泡杯茶吧。我回去换件衣服，马上就过来。
我跟你说啊，你见到雨晴，千万别在场了，好好说话，行不？啊，明白明白，我是劝他回心转意的，跑不起来。师傅，您好，是去机场的吧？哎，对对对对，好，来，好，自己关啊。啊。